告诉回去。英勇的使者，这位英勇的使者告诉来到了一个村子，镇上有一只妖怪一直在作怪，你可以杀死他吗？我是那只妖怪了，我就是这只妖怪，这只死妖怪，你去吃屎吧！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村民很快乐的活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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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棵树的构树的用途是可以做成宣纸，组织可以做成糊料，干燥加工后可以做成金漆，木材可做木板、新炭。它的产地是中国南部，是马来西亚、太平洋诸岛、台湾。繁殖方式是种种子。想知道更多关于树的事，请找郑春义。